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戴斯的您财商成长频道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打造多元资产被动收入的财务指标是什么。第一点就是被动收入呢，就是你不用工作，钱流进来的数字才代表你的富有程度，只靠工资赚钱是不能代表你的富有程度。第一点就是房子，还有就是买房的指标是什么。房子不要买超过年收入的10倍，如果你年收入6万块钱，你就不要买超过60万的房子，这样子你压力会很大的啊。就是买完之后呢，你会存不到钱，然后压力特别大。第二就是房子的价值是由租金的现金流决定的，租金要大于月供，这是买房子最基本的要求。第三就是现金流回报就是要大于12%才符合购买条件。第四就是租金年回报率超过6%才符合购买资格。第五就是现金流的概念，改变功能就能改变现金流，改变现金流就能改变它的价值，创造现金流改变房间的数量，就是你可能买一个2房或者3房的，但是你中间多隔出来一间房间，它就是未来会给你带来一些房屋的增值和租金的价值。但是要记住了，多隔出来一间这种房子，你买的时候你要问一下开发商，或者是二手房的话你就问一下中介，问一下这个房子里面能不能改动。有一些是不可以改动的，合同上会写的，如果这个房子是2房的，其实它可以隔出来3房，但是它不让你去改动，这种的房子你就改不了，它变不了格局的，就是你要问清楚了。第六就是资产是可以改变的，变功能变数量。第七就是房子买大不买小，买旧不买新。买大就是你当然是你买一个旧一点大一点的没关系的，买太小的话就是它的增值是有限度的。第八就是买合格的好房子，合格就是现金回报率大于12%才合格购买条件，租金回报率超过6%才符合购买资格。然后买投资型的出租房子，租金养房贷，每月租金大于每月的房贷，房子不要买太贵的，或者你可以用来做爱彼迎出租给游客。第九点就是购买越多的资产离目标就越近一点，把钱拿去购买资产。第十点，如果买4房的话，如果这个房子有4个房间，你可以从中间隔开，就是2房出租，2房自己住，2个房间，你从2边开门的话，你不就自己开自己门吗？你那2边的话就可以租出去吗？其实它就是可以帮你减轻一些负担，减轻一些你的房贷的负担嘛，就能给你带来正向现金流。第十一就是如果买2房小一点的，如果你买小一点的房子，那你就只能自己住了，如果你房间有空余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把它利用起来。第十二就是买在星巴克附近或者学区房，离学校近一点的好学区房的话增值会更快，你自己的小朋友上学也方便一点。第十三就是大窗户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大窗户，我比较喜欢大窗户，空气好一点的，就是采光好的，就是太阳很早太阳就进来了，这样子的话房间里面会很干净的。大院子的，就是如果你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院子，如果你是买 house 的话，很大很大很大的院子，就是你还可以以后自己，你自己住在里面还可以再建一栋房子，你可以租出去是吧。如果你条件好一点的话，又可以选择带游泳池的，一个大游泳池一个小游泳池，就是一个游泳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泡温泉的那一种游泳池，就是泡完很舒服的那一种的，这个就根据你条件和选择的城市去购买。有些地方的房子带游泳池的很贵，但是有些地方的可能它就没有那么贵。第十四点就是控制预算，如果预算房子买了20万的房子，首付呢4到6万是吧，按照20%的首付的话，然后月还款1500，就是你要把预算算出来，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的，就是你一个月的收入，比如说你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，那你可能拿出来2000块钱去还房贷，是2000以内还可以，但是你拿出来太多的话，你还要去掉生活费是吧，你要有小孩的话，你还去掉一些就家庭的费用了，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很紧吧，过的就是会感觉很累，因为房贷一贷可能贷个20-30年，这样你就要选择差不多的
价值的房子，就是不要太贵的，太贵的话承受不了的话，以后你卖房的话，你这房子不是又白买了吗？你可以先买一个小一点的先住着，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存多一点钱再换房是可以的，再买一个也是可以的。第十五就是改造收进来钱的管道，改变收入的结构就可以做到。这房子就是你改造，刚刚讲了改造它的户型，比如说那个大门呀，外面那一些你可以给它简单装修一下是吧，房间里面呀你放的漂亮一点的。改变收入的结构就是你可以把它出租啊，或者是做爱彼迎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产生价值的地方你可以去做。第十六就是如果你买了300万的房子，最少要租到每月10000块钱，100万的房子要租到3300多块钱，就30%，你的租金是你房价的30%，100万的话你怎么要租3000多嘛，就是才算合格。计算回报率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呢就是用租金减去所有的成本，管理费、地税、物业费、每月的利息，然后等于每月净收入乘以12个月，等于年收入租金再除以首付款，等于回报率，牢记12%的公式。好，现在我来举一个例子啊，用我的计算方式来计算，你们可以按照你们买房的金额和你们即将要准备买房的金额来计算。如果你每个月的租金是3349，然后减去每月的利息，就是房贷的利息，本金不用减，本金是你的资产，利息是你的负债，3349减去600，每个月房贷利息等于就是每个月的净收入2749，再乘以12个月，等于32988，是年净收入租金。用年净收入租金除以首付款392455，它等于0.08的回报率，就是8%的回报率。现金回报率要大于12%，所以这个还是不合格购买的。但是如果你买了的话，买了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就在以后买房的时候，你再按照这个方式计算，基本上不会赔钱。还有就是房贷啊，计算一下房款总价啊，比如说房贷28万，贷款10年，120个月，利率是4.72%，还有还款的方式是等额本息，房贷的利息就是71700。如果你贷款10年的话，你就还120个月，那么71700的这个房贷利息就除以120个月，它的每个月的房贷利息就是597.5每月的利息，所以你就可以按照每月600的方式去计算。这个是怎么计算呢？就是你手机上会有一些房贷计算器的 APP， 或者你在支付宝上就有一个公积金，公积金里面就有一个房贷计算的 APP， 它有公积金的计算方式，还有商业贷款的计算方式，百分之多少的话你可以自己选择。如果银行给你贷款是4.72%的话，你就选择这个4.72%，如果他给你是5点多，那你就点5.39是吧，或者是3点多的话，你就是用多少的利率贷出来的你就算多少利率，所以他每个月利息平均是600块钱。总价怎么计算呢？总价的话，比如说你买这房子是652485，那你加上贷款利息的话就是71700，等于724185，你再加上房产税，房产税是16693。房产税的话，你买的那种自住房是中国的是1%的税，1%。如果你买的商住房的话，就是3%，3%的房产税，你100万的房子就有30000块钱了嘛。那这个房产税是16693，总价加上贷款利息加上房产税，它等于740878，然后再加上住房维修金1978，等于742856，加上律师费860，等于743716，再加上你刷卡的手续费。如果你买房的时候刷信用卡，有些是有手续费，有些没有手续费啊，这个看开发商的条件。手续费440等于744156，这房子其实是总价的话，你加一起的话，你是一共付了744156，就是你全部的费用都加起来的话。所以买房子的话其实费用挺多的，如果你将来自己要是买一些家私什么的，你还没算在里面呢，就是一个房屋的这个你付出来的价钱。所以有些房子你买了之后呢，你会计算它的单纯的一个房产证上的一个房价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你把所有的费用加上其实还挺贵的。
还有就是房屋用途，有一些办公的，有一些是住宅的，它不一样性质，有一些产权也不一样。住宅一般产权70年，但是办公的一般产权是50年，也有70年的。然后我们再算第二套，比如说租金是每个月1800块钱，减去每个月房贷利息1110，每个月净收入就是690乘以12个月等于8280的年净收入租金，再除以首付款，8280除以首付款，首付款是49万，那等于0.01，你的回报率的话是1%，这个回报率太低了，买这种的房子就不合适，至少要回报率大于12%，不符合购买标准啊。然后房贷是45万，贷款10年的话也是120个月。我们看一下房贷利息是怎么算的，它的利率呢是5.39%，还款方式是等额本息，然后房贷的利息是133100。就是你的10年还出来房贷的利息是133100，再除120个月，因为你贷款10年的话要还127，等于1109.16每个月平均的利息，所以你每个月利息就算1110啊，它上下没有差1毛钱。然后总房款是954683，我们算一下这房总共花了多少钱，加上房贷的利息是133100，等于1087783，加上房产税是26302。这种是房产税是3%的房产税，但是它不会把房贷利息什么的算进来，它按总价算的房产税，然后等于是1114085，加上房产证工本费550，房产证登记费550，那等于是1115185，加上住房维修金5972，这个房子总价所有的利息加在一起，一共是1121157。其实它不便宜，而且回报率特别低，这种房子是不划算的。但是如果你买了的话，你就可以下次进行参考嘛。下一次买房的时候，进行计算回报率的方式，你进行参考的话就不会赔钱。房屋用途的话，就是商住办公也可以自住，商住办公一般年限50年。第二种计算方式就是每月租金乘以12个月等于年收益，年收益再除以售价等于年回报率。好，那我们再算一下这个啊，这个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计算的一个月租金1800乘以12个月是21600的年收益，再除以售价1121157等于0.01，还是1%的租金回报率，也是不符合标准的啊。我们再算一下上一个，比如说租金是3349.42乘以12个月呢，它的年收益租金是40193，再除以售价744156等于0.05。0.05的话等于5%的年租金回报率，有点低啊，稍微低一点。但是这种房价的租金，它每年可能房价租金不一样，有多有少，租金年回报率5%还是有点低啊，最好是再多一点。还说一下以下几点啊，第一就是还是买房自住现金流多半是负债，就是你自己买房自住的话，其实它没什么现金流的，你还要交取暖费物业费，南方的话没有取暖费，南方就是物业费水电费是吧，家家都必须交的网费，就是你的房贷和租金最好是租金大于月供。其实你要是存够首付款的话可以买自住房也可以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房子住的话，你买一套房的话住着也踏实是吧，又不用搬家搬来搬去比较麻烦，但是你要计算好每年要交的房产税各种税费什么的。那刚刚我们前面有计算了一个，每月就是如果年收入是一个月5000块钱的收入，年收入6万，那你房贷不能超过2000块钱，那你2000块钱你房贷可能在1200-1500之间，你房产税200-300，水电费200-300，那每个月加一起来就差不多2000块钱了吗？其实它是这样计算的。然后就是房子附近的工作需求很大，就找这种的地方，就是地不多，可开发的地方不多，然后附近工作需求量比较大，这样子的话房子升值价值比较高一点，它可能会升得比较快一点。第三点就是改变房子的结构，最大的资产可以怎么活用。第四点就是改造空间，抬高租金，改变功能，改变房子的价值和现金流，它可能变成什么功能，就是每一个人的住的房子的结构都不一样。第五点就是先买投资房，改变功能，改变数量，改变房屋的结构，其实基本上差不多，
第六点就是每年的房产税越少越好。中国现在还没出房产税，它是一次性的房产税，但是美国是每年都要交房产税的，所以的话房产税不宜太高，太高的话你是承担不了，到时候你着急卖房子的话，卖不掉的话你就压力很大。第七点，看看哪些免税的城市适合你做生意。美国是有一些州是免税的，做生意的话，然后房产税也比较低。有一些州像我们加州呢，就是房产税特别贵，做生意可能30%的税也很贵。第八点就是房产代理费、中介费，你找中介买房的话，你要给中介费嘛，这个费用也是你自己出的嘛，这个还没算在房价里面，所以刚刚算那些费用只是房子的费用，这些是另外的费用。然后房产税各种税费呀，你还要准备一年的房贷的费用，因为你这一年如果你中间就是工作有什么变化了，你没有钱还房贷的话，你压力会很大的，你就承受不了嘛，这也是买房最基本的保守方式。第九点就是要学习怎么买出租房，如果你买的房子可以租出去更高的价钱的话，你可以租出去自己再租房子住嘛，就是房子可以带来现金流嘛，你再用这个剩下的钱，比如说你房贷一个月2000，那你房子可以租出2500，然后你租房子的话可能更便宜一点，那你每个月剩下来的现金流你就可以去投资股票啊，或者是投资一些别的资产，这些都是要长期的，短期是不行的啊。第十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先存够首付款，就是你没有首付款的话，首付款都是要借的话，然后到时候你首付款跟房贷一起还会很累，这种反正我是体验过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 The lesser part the more you say， 你支付的越少你节省的越多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